刘小姐刚才说了我爹，你到底是出什么丑事？荣华富贵杜少爷和杜老爷可真是一点也不像。那儿子是假的。我跟他是同学，还是在那里认识的。江英小姐为我杜家的二姨太，恭喜你啊，洛总，真的打算娶杜家？早就来不及你说，我爹他也是。Yeah.